位其实还是可以做一段时间邻居啊，但 Flame 待会肯定是要做一个选择的，他上山肯定是没有任何机会，是想要强攻天霸，天霸这个防守的一个阵线我觉得很难突破。简单来说就是 Flame 如果暂时没有载具的话挺难受的。而这一边前后冠军之争 S1S2 的冠军 NYXF 占据了一个山坡， Paraboy 这颗雷已经判断到了九我的位置。NYXF 现在还在找机会啊， AG这个位置呢是抬不起头的，先发现了九五，没打掉，但今天有人反应很快，库珀补枪及时，并且令儿在另一边也是开花，瞬间抽倒三个人。NYXF 这一波打的几乎是完美，仅剩下舒涵最后一个了，只要不有太大的失误，这一个山头将由他们所占下。令缓一缓，令等一下队友，还好收了回来呢。Paraboy 赶快把这个位置补上去，怎么说还是能听到舒涵的声音，是给令儿一个打包的机会，正面的对枪，抽枪。是如火纯青，这个时候令继续用燃烧瓶的区域驱赶的特性，不想让你们轻易的在我的面前移动。是，不过你看到 ST 也很聪明，也是知道咱们在本赛季当中这个手雷的范围呢，包括伤害是有一定的削弱的。对，所以我只要站得相对来比较开，你就不可能出现一颗雷多次击倒我们的情况出现。对于这两队来说，现在都有一个坏消息了，圈型并没有眷顾到他们，他们就算在这一个地方胜出，还需要有一段距离才要进圈，而且是一个下坡路。是的，如果说刚才的那一个圈型的那波团两个队伍可以避免，那么这个圈型出来之后，这两个队伍这波打架概率可能会就会比较高了。但 ST 如果说他选择主动的去往另外一个房间去驻扎，对于 NV 和自己来说都是一个机会。他看上了这个炮楼，没错，山治停车了，他们准备四个人都集中在一起吗？那这一个炮楼几乎可以说 ST 进去以后很难出来。 XGAP 进点的两个人或许现在就是依赖着投掷物居哦居民。这个 M 是这个中距离，他拿锁定顾居居的位置之后，顾居居想要这个活得太久不太现实，把人头交给了 Power B 进了，并且我们看到他们这个位置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。是的， ACT 在这一个位置已经拿了很多分了，但只有四个淘汰，说明了他们这一局主要还是在后期发力。是，现在呢 ACT 和 NVSQF 就像我们说的那样疯狂的拿人头，对，最后呢就看哪边拿的人头多，然后咱们再打一个 one by one。 是的，暂时看起来啊，目前 ACT 在上一局里面拿的上一波里面拿的分数要更多一些。你看酷酷能够完美的架住 ST 的位置，这一个我上，虽然我不可能点的这么准，但确实酷酷啊这一个点位的优势已经非常大了。释怀，赶紧找王源源，王哥这棵树，但缺心给南部给东部了，往这个方向去刷新，那 ST 没得打了。呜呼，看一下令儿，这是拿 M4 吗？接连的十点伤害，但是这个火是什么情况？哦，酷波身上并没有被真实的烧到啊，那暂时他们还是巩固了跟狗子暂时二打一的局势。狗子要退吗？其实我觉得狗子贴这围墙挺好的，你只要不拉出来对枪，让你队友帮你架枪，卡住卡住，要回去吗？要吃啊要吃啊，放倒了，哎呀，出枪了，狗子被雷倒了，玉子哥在想要支援的时候，枪线位也是被击倒，瞬间四颗雷，再来一梭子子弹，直接两个地方均破点。狗子，你说这个时候很难负，原型再被 Paraboy 抽倒。Paraboy 他的大盘机已经比他们队友的 M24 光芒更加耀眼，这就是 Paraboy 的加枪，那只剩下酷酷了。 NVSQ 不可能给你服人机会，酷酷的位置已经暴露，没错，四个人包夹一个，感觉很难受了。那现在 NYXF 啊，众人的局势直接冲上来，直接面对酷酷，不给你局势，那我们让我们恭喜 NYXF 吃下了这一局比赛的鸡。我打得真的漂亮，说呀，今天各个线上主场是多点开花，同时散兵又达到了700的个人成就。